饺子，一人一条饺子啊。啥饺子呀？肉饺子呗，啥饺子？老家伙，拿最小的都给我了。我信你个鬼！整个骨头糊弄谁呢？你还饺子放哪？我不吃了。那你不做饭，你不吃碎饺子，谁吃碎饺子？有好饺子，谁吃碎饺子？一会儿有你后悔。我得想个办法偷吃几块肉。谁打电话呢？这时候打电话呢？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有病吧？你给我打电话！谁打电话呢？今天这手抓饼就是一份啊，谁也别抢，谁是你的，是我的啊，自己是自己的，别动了啊！我得看看有没有套路。我这有套路。我的妈！自己吃自己的啊，别动了。哇！哎，这小园里的柿子真好。这手抓饼酥酥脆脆的，太好吃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咋不扔啊？你哪整的？我上个病，老娘们家玩。哎呀，就是有点苦，但是好吃。我一会儿得想办法给饼换过来。我长粉了，我冲了一杯那个藕粉，往哪去？你就拿着给你喝了，我给你喝了。喝完了，喝完了。嗯。你呢？你走去吧。走吧，给你的。小样的，还想套路我？哎呦我的妈！
好吧。嗯。鸡蛋跟谁没吃过似的，我也有。哎呀！他咋不是好眼神看我？哎，来了两个卤蛋。哎呀，哎，搁这儿，搁卷上吃。哎，卷上吃好吃啊！再搁点这个小肉片，哎，这小肉片卷上就这么倒，哎，就这么倒。搁点小生菜，哎，再搁个肠，哎，再搁个蛋，这小饼一卷，就这么一吃。嗯，好。自己吃自己的啊！拿刀削，让我检查有没有油。哎呦，走！哎呦，走！把那剩的给你吃了，我这也没吃够啊，干脆全给拿走。哎呦我的妈！那饼一吃两回合吃的。哎呀，这啥呢？真香！哎呀，香不香？你吃鸡蛋香不香了？哎呀，多香啊！这鸡蛋好吃。哎呀，哎呀。我看他今天挺颜色，一会他看我吃肉就不用他美了。哎呦，这肠子，难道他是闻到肉味了？哎，这比肉都香。哎哎哎
嗯，我饿呀，我肘子。哎，我肘子呢？我肘子还有肘子？我肘子呢？赶紧给我拿出来！摆着呢，肘子呢？怎么样呢？还想偷我肘子吃？我爱吃的。我太难了。